今天呢比较忙哦，然后我给阿珍买的东西也没有时间说交到她的手上，因为来了客人是吧？就是城里面的一些兄弟嘛，你得安排人家坐下去啊，然后我就没有时间给了。那时候已经改蛋糕了，然后呢，我给阿珍买的裙子我也没有给她。等一下，如果她现在在村长那里，如果她回来的话，我再给她吧。然后我就给我妈一个红包吧，我也不知道买什么，实在一点，我也不知道买什么，给他钱，然后呢让他自己去买。嗯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小儿子。奶奶高兴吗？高兴啊！今天还是你的生日不？是啊。高兴才好嘛，是不是？那你高兴吗？高兴啊。今天叫了几个同学过来一起吃蛋糕了。好多个是吧？十多个都有哦。今晚娜娜都没来，娜娜下班放学有点晚。娜娜呢？后面给她她是晚托打了。对啊，她是晚托，然后给她打包回去了。你们吃泡面啊？嗯，好吃的。一人一桶啊。嗯。嘿嘿嘿嘿嘿。村长再去外面唱歌回来了。2点都不到，进来。收拾了的，其实收拃这些东西是很容易的吧？可能我这喝多，可能而已。来卖钱不？你儿子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拿这个去卖钱了。你还没说还蛮多的，对不对？这个7块钱，好像是7块钱一斤。这个是铝的。五块哦，好像是上次跟敏哥去卖，好像是5块钱一斤。在外面等你。等我啊？那不等你。洗完这几个碗就得了。其实也可以留到明天再收拾的。然后明天的话，老妈会起很早去工作，都是相互心疼。我怕她累的，然后她也怕我们忙。平时的话，如果我不收拾，她早上起来她都会自己收拾。见他都是你心疼我，我也会心疼你嘛。所以我害怕他太累了，我就把他打好卫生，明天他就能你多做一点，然后他就少做一点，也是相同的。他多做一点，然后我就会少做一点。金曼，我是想送你个礼物的呢。太忙了，就是东忙西忙。就算我有时间拿下来给你，也没有人给我们拍视频是吧？所以呢，在晚上我们现在就上去到房间里面再说好吗？嗯，再送给。生日礼物总会有的，知道吧？什么东西？我只是去买了，然后我拿这个袋子给你装着，
我是拿那个怪地那个包装，我把它撕开了，然后我把它放到里面去，有两件，需要吗？有，我都没有穿过这种颜色的。那意思中你不爱了？试了才知道啊。我感觉你穿比我好看。是吗？要不要我试一下？嗯。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估计也撑不下去呀、啊。能不能撑？我是买 M 码的吧？是 M 码的。应该能。还有一件，这个就不用带了。等一下还是被人家又说不好看。小吊带呀。我那么粗的手臂穿小吊带呀、啊，哟喂，搞这种，送给你的好吗？干嘛？不懂包装好看一点？拿个袋子装，一短跟酸菜一样。好了。我也不想解释那么多，那我不可能拿那个怪地的那个盒子给你呀、啊，幸福吗？幸福哦。满头大汗，满头大汗。来，知道没有？嗯、知道了没有？嗯，这个时候好像忙。你知道我带了什么过来？很好哦。我们就是昨天晚上吃的那个什么鱼尾啊，今天我都加点酸笋了哇。想要吗？来，少辣椒吧。少辣椒啊，广西特产是不是？来，就干活了。啊？干活了？那你不能冷场吗？对呀，我很熟悉啊，我们在演戏人呢。那我教你好不好？啊？那我先教他做，然后多个人炒菜，那我就轻松多一点了。走，怎么搞呢？好吃一点。那你都买了酸笋，那肯定要酸笋搞啦。酸笋的话，那就先把鱼、辣椒、蒜米、配料什么都搞出来先哦。洗干净先，先把它全部洗干净。先切鱼。哎，你看，从背后给它开出来，两面都开。下刀下那里面还有那么多肉，嗯、哦，下的不深，你下深一点，然后你下，你不要太深哦，太深那骨头就容易断了。哎，这不够熟练呢，太歪了。嗯，对呀、啊，你要你开鱼的时候，你先从背后，你刚做的时候，你先从背后这样，开一刀下去。啊，嗯，你看这骨头的位置，哎，从这里一用力一推，这骨头就断了。哦，那就从这里慢慢堆过去。不要砍那么大块，小块点。小块。会不会切酸笋？酸笋不是先切片吗？不是这样哦，这样子会老的哦。这样子会老吗？这样子吗？不是不是。那是先开。不是不是。酸笋要这样切。酸笋呢？你看，它是不是有那些纤维的，是往上的？如果你是这样顺着切下去的话，它撕起来会很扎的。哦，所以你要这样切。就是纤维一层条的那种。你先这样切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的手法一般在老家里面呢，都是切已经习惯了。你先这样切出来，这样再切条的话呢，它就不会缩，会很那个了。你看，对不对？那个纤维它是排往这一边来的。好一盘干呀、啊！你看那么激动干嘛？我的铲子都断了。哎，火一下子冒起来，你就跳出去了。能不能把它翻过来？
应该可以。走远一点吧。不去翻的话，我只能翻一边，翻一半，不能翻全。那你就拿锅铲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拿来。先起锅。用得了那么多吗？全部放完也行。哦，分量可以哦。加点油。加点水。不要放那么多。再用生抽、鸡精，还有一点老抽、蚝油调味，不要放盐了哦，因为刚才你煎鱼那种太多。来了，放鱼进去。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到了，陈老师。嗯，香，又有点辣，辣椒有点多了，我不能吃辣太多了。那叫酸笋，是笋类的就要这样切，不然它吃起来，有的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有时候在家吃。他们切的是那个跟吃那个甘蔗一样，是不是？它咬不动，有那种纤维，一条一条的那种。有没有吃过那种情况？遇见过那种情况？满头大汗，满头大汗。下次还放这么多辣椒吗？刚刚够嘴，但是可能汗受不了了。嗯，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先喝粥了。咱们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。拜拜。